来开始示范一下这基础的例子，然后首先先讲解游戏规则，就是这一行上面写的三跟一，所以代表这一行上面要有的三个相连的跟一个就是跟这三个设一组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三是不可以跟它连在一起，所以这边已经确定了。然后这里是三三四，所以这里要最多，所以我大胆假设就是这里先三个一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，然后这里数字最大的我想先开手，所以我这里是四，然后这上面这四个数字又刚好相连，然后数字又最大，所以我选择这样画，然后这里是三，我选这三个最大的，因为先选最大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接下来小的可以跟一排列，不会影响太多，然后这里三个完成，这里完成，这里也完成，这里还没完成，所以一个在这里，然后一个在这里，当然这里或这里也可以啊，我用写一个二，好，就完成了。最后两个。